一声声叹息，终止了一处处境地。他将所有悲与喜，编好了年月跟日期。一天天变更，不可以一次次躲避。他虽不竭的勇敢，向梦想高飞。我受变前落魄，勇过无了期。我受落魄，我只要一口气。泪或雨，我也傲然经过。潇潇洒洒向美梦高飞。我放运河泪与汗，一笑步皱眉。谁歧视我，我偏要争口气。从成败里冷暖后才知道，丝丝点点永记在于心，凡事不放弃。小姐，你想怎么样？你不要自己再骗自己了，我跟你说得很清楚了。对不起，我们不可能。我们分手了。张小姐，送给他的，谢谢。雪宁，是你最喜欢的黄玫瑰。你还好吧？他一直都没有说过话，也不吃东西，医生只好给他吊葡萄糖。谢谢你救了雪宁。应该的。混蛋，你为什么要救我？为什么？家里没事吧？你放心，妈的身体不大好，叫她不要来看我了，一来一回的他会很累的。要是因为这个原因，妈一定会不会答应的。大哥没用，你要替大哥好好照顾妈妈，知道吗？我有个好朋友介绍了一个律师给我，现在在办上诉。也就是说，你很快就会没事了，很快就能回家了。我也希望如此。你相信我，事实上你根本就没有做过，你一定能够重判无罪的。时间到了，来。大哥相信你，相信你，我有第六感，我知道自己没事。你回去跟妈说，我一定会没事的。嗯。干什么？装哭！在法庭指证我的时候不是这样子的啊！我是故意拉你进来陪我的，怎么样啊？哎呀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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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喂，麻烦找方巧荣小姐。我是。请问你是不是方志勇的家人？是，我是他妹妹，什么事啊？这里是惩教署打来的，方志勇今天早上在监狱里跟人家打架，已经重伤不治。妈，
你下班回来了？刚才我和你姐姐去庙里拜拜，一路上笑个不停。你慢慢说嘛。刚才啊，我求了一只好签，千里说你大哥会没事的，很快就能回家了。怎么了？你脸色很苍白，一定是着凉啦。没什么事吧？大哥呢？怎么回事啊？你说，快说，怎么了？大哥死了。怎么会这样？怎么会这样啊？他在监狱里面被人打死。怎么会这样呢？怎么会这样啊？怎么会这样呢？哎呦！谢谢。什么事啊？你是不是冤枉方志勇？这件案子已经判决了那么久，我不会再追究。何况现在人已经死了，我想知道真相。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呢？啊，告诉你对我又没有好处。有，要什么都行。但如果你不老老实实的告诉我，我里面有很多朋友，只要你一回到那里，一定不会有好日子过。是，没错，上次那件事的确跟志勇无关，可是我也不是存心想冤枉他，是他运气不好，倒霉自己碰上我。可是后来他要把我揭发出来，我就只好抱着他一块儿死喽。怎么样，知道了又怎么样？混蛋！哎，不要乱来啊！别以为你警察就可以打人。哎，干什么啊！你走啊！你走啊！你走啊！对不起。你走，滚呐你！走楼梯，滚！凶手，你给我滚！滚！杀人凶手是你害死我大哥的，你害死我大哥！我来是跟你们说对不起的。你是不是想打死他？你这个混蛋，是他害死你大哥的，你还维护他？你没人性！你没人性！快没人性了！没人性了！你走啊！你以后都不要再回来。我心里真的很矛盾。我很恨你，我也很气你，因为你害死我大哥。可是另一方面，我又很想见你，因为我很想你，我真的很想你。但是为什么？为什么我们会变成这样？为什么我们会搞成这样？是不是有太多为什么你不晓得怎么回答？其实答案只有一个，就是你不肯相信我，你知不知道？现在我每一次看到你，我的心就绞住，绞得很疼，真的很疼。事情到了这个地步，我知道
我们不可能再在一起了，我们不可能再在一起了。我希望你原谅我这个决定，因为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样去面对你。也许你说的对，我们根本不应该在一起。可怜了淑敏，又有姐妹要出嫁了。大惊小怪！哎呀，怎么总是轮不到你啊？喂喂喂喂，罗三嫂，罗三嫂早。罗三，怎么样？什么？那个坏蛋钟啊，有没有供出来啊？是不是他？他承认了。啊，这次真的捉错好人了。那个坏蛋真的冤枉方志勇。哎，那方小姐那边情况怎么样？我昨天已经上去跟他们道歉了。喂，还在气头上啊？我知道，不过我是活该的。那你和方小姐她……你不要再提了好不好？Yes sir。罗 sir， 谭 sir 有事要找你。找我谭 sir。 嗯，你的记录我看过了，你的表现一直都很良好，所以我打算推荐你到英国受训，为期三年。怎么有什么问题吗？三年？哼，这个机会很难得，而且对你的前途帮助很大啊。凭你的学历以及表现，我觉得你是最适合的人选。你不用马上答复我，我去好好考虑一下。姐，在想什么？在想蓉蓉大哥的事吗？给他一点时间冷静一下，等事情过去之后再找他好好解释。从来没见过蓉蓉这么生气，我看他这次一定不会原谅我了。不会的，他哥哥才刚刚去世，你应该体谅他现在的心情。姐啊，嗯，今天谭嫂找我进去谈，他说想推荐我去英国受训。去英国受训？去多久？三年。三年？那你有没有想过告诉蓉蓉？没有，可是我自己已经决定去英国，这个机会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。没错，男人应该是要以事业为重的，姐姐一定会支持你的。爸爸，临走之前找蓉蓉好好谈谈。嗯，thank you.
怎么样，都准备好了吗？都差不多了。什么时候走？后天。嗯。有没有找过蓉蓉？她不肯听我电话，不肯见我。我知道她是故意避开我。你打算怎么样？我希望走之前能再见她一次。嗯，那我帮你约她出来。谢谢你。不谢，你放心吧。来，把它干掉。哎，陈康，找我啊。叔叔。什么事啊？啊，没有啊。子健待会儿坐飞机离开香港，我想载你一块去而已。时间也差不多了。Sorry， 你说什么？子健4点钟离开香港。我跟他说一声不好意思，我今天很忙，没有时间去送他。你真的不去送他？哎，老四儿，你姐姐在跟你说话呢。多穿几件衣服，知道吗？行了。子健，陈康，喂，方小姐呢？她说今天很忙，不来了。有空多写信回来，知道吗？你自己要保重。那老四儿，帮我照顾姐姐。一定会。叶四儿，上飞机。拜拜。
祖先有灵有幸，保佑我们永邦早日沉冤得雪，不用在监狱里受苦受难。家里佳怡吃早餐了。妈早。妈早。爸早。你们两个先过来拜祖先，让祖先保佑大哥早日出来。好。二哥，什么事？你没什么吧？没事，我想你大哥而已，不知道他最近怎么样。我前两天去看过他，他的身体很好，你有空也去看看他。过来吃早餐。哦。已经三年了，永邦的案子还有机会翻案吗？哎，徐律师能做的事都已经全做了。是啊，听方姐说他已经尽了全力了。大哥有没有杀人，一定不会一辈子坐牢的。希望是这样吧，永邦已经够苦了，现在还要无缘无故的受这种苦。妈，你不要哭了。妈，要让大哥知道你常常为他哭，还弄坏自己的身体，这样让他更难受。对呀。你放心吧，老天有眼，这件事迟早会水落石出的。强哥，喂，现在几点了？怎么了？人家放学后当然要梳梳头发嘛。梳头发需要吗？你们女人真是烦人。待会儿看哪部电影？哎，票买好了。那，喂，拜托你啊，不要看这种低级无趣的电影，行不行？我以为你喜欢看呢。哎，算了算了。哎，喂，你干什么？没有啊。你的手啊，把它放下，你看你手多胖啊，压得我枪都歪了。枪哥，我帮你拿。神经病。嗨。怎么这么巧？哦，我来附近找个朋友。对了，你要去哪里？我要去看永邦。我送你一程。不用了，太麻烦你了。怎么会麻烦呢？哎，徐律师的车啊。哎，怎么了？危险危险危险。不危险，徐律师是个好人。这个世界上只有一种男人。哪一种啊？很贱那种。你也是男人呢，那你呢？我啊，我就是贱中之贱的那种。啊，贱中之贱，好帅呀。永邦，你们有时间就不要常常来了。我有空。最近忙吗？最近好一点，前一阵子出考卷，精神真的不太好。你好像瘦了。是吗？这样不更好，就当减肥吗？你为什么不说话呢？这两天怎么样？能怎么样？里面的生活很简单。你不要这么担心啊。我没有，我已经知道我不会再有机会出去了。你不要这样没有信心嘛，徐律师他已经说。你听我说，已经三年了，我们已经用尽所有的办法，到现在还不能找到新的证据提出上诉，我们面对现实了。
你不能就这样放弃。你又没有杀人，你是无辜的吗？怎么能够白白坐一辈子的牢呢？你明不明白，我并不是想放弃，我只是不希望身边的人为了我而再受苦，包括你还有我家里面所有的人。你说这三年来你们浪费了多少时间和心思？这些全都不重要，最重要是你能够出来。好，就算有一天我能够出去，可那天是什么时候？你和我都不知道。那天我可能已经60岁了，你已经50岁了，这何苦呢？你说这些干什么吗？我是要你明白，你不要为了我而错过其他的好机会。我不想要听这些。你一定要听啊。永邦，你绝对不会有事的。这句话我已经听了上百次了，到现在我还是坐在这里和你用电话来谈话。要是晚一我这辈子再也不能够出去，我会等你一辈子的。我不会让你等我一辈子。你不吃东西？我没有胃口。永邦只是一时心情不好，你不要把他放在心上。他以前不是这个样子的。一个普通人都随时会变，更何况他坐了几年牢，心理上多多少少会有点影响。我不明白他为什么会这么说。我们一直很乐观地为他找机会上诉，他不能够这样放弃。他的心也很难受，你别这样。你坦白告诉我，他还有没有机会上诉？你不要骗我。这三年来一直找不到新的证据，法律上也没有任何错误的程序作为我们的上诉理由。那你意思就是说，要是一直都找不到新的证据，永邦就永远没有机会放出来？可以这么说，我是不想骗你，对不起。没关系，我知道你已经尽了力了。过几天吧，过几天等永邦的心情好点，我们再和他谈谈。好。到了。麻烦你了。我送你上去。不用，几步路而已。你自己小心啊，不要再想那么多了。不好意思啊，烦了你一个晚上。别客气，我这个人不怕烦的，我最喜欢跟人家聊天。谢谢，晚安。晚安。哎，伯母，你还没睡啊？是啊，我刚才来过了，想拿碗汤给你喝，你不在家。我看见灯亮了，我拿来给你。啊，不好意思，趁热喝了吧。谢谢。谢谢你啊，伯母。不用客气啊，忘了倒茶给您喝了。不用了不用了，你出去吃饭了？是啊，刚才去看永邦，然后跟徐律师吃饭。哦，徐律师，哎，他这个人挺好的，这几年来啊不断帮我们。是啊，他真的帮了我们很多忙。他好像很关心你似的啊。啊，伯母，我看您误会了，我跟他只是普通朋友而已。我知道，大家这么熟，有话不怕直说。永邦呢，不知道倒了什么霉，惹上了这场官司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出来。你再认识个男朋友，没人会怪你的。我看你真的误会了。慧芳，你听我说，你还年轻，要是永邦他再过几年没有消息，你有什么打算？大家都是女人才坦白说，难道你要白白等他一辈子吗？要是真这样，永邦他也不会安心的。路要自己选，不要在意人家用什么目光看你，我们很明白事理的。我知道。趁热把汤喝了吧，很晚了，我走了。
啊，对了，慧芳，要是有什么事情，尽管找我商量。我这个人讲话很直的，你不要介意。我怎么会介意呢？我走了。嗯，拜拜。拜拜。爸爸，您的风湿好点了没有？这些日子我每天都去走山路，好多了。您小心身体啊。家里最近怎么样？很久没有看见他了。他自从调到扫毒组之后，每天都忙得不得了。我叫他一块来看你，他都说没时间呢。那当然工作要紧。哎，表叔，哎，我跟他说几句啊。啊。老表，老表，怎么样？三桥四，听说你和杨老师发展得很顺利啊。哎，我的事不必你操心，你担心你自己吧。哎，别说了，这有件事啊，我真不知道，不知道怎么跟你说。你有话得直说。是关于慧芳跟那个许律师啊。他们怎么了？最近他们两个经常在一起，还有啊，那个混蛋竟然跑到学校去接慧芳。慧芳他跟我也提起过。什么？这你也能忍受？喂，你不要胡说八道。你表叔啊，我是为老表着想啊。根本不是那回事，就他是真的，我也不能怪人家。我和慧芳无名无分的，现在我又被判了终身监禁，不能让他就这么等我一辈子。一件事，一件事归一件事。那怎么说，她也是你的女朋友，她不能无情无义背着你去勾三搭四的。许律师他人蛮好的，要是慧芳真的跟了他的话，这也蛮好的。你疯了，你老表，你只是坐牢坐疯了。你不说了。喂，永邦，你别听他胡说八道。爸爸，你也是，你不要像三条四一样。我不希望慧芳一辈子背着我这个大包袱，一辈子找不到自己的幸福。子健哪天回香港啊？应该是下个礼拜吧。那你干什么这么着急买新床单呢？哎呀，以前的都旧了嘛，所以买些新的给他了。嗯，喂，话说回来啊，子健去英国已经有两年了吧？对啊，已经两年了。喂，我真佩服你哦。啊，你男朋友不在身边，弟弟又去了英国，你一个人不觉得无聊吗？有你呀。有我，我能做得了什么？喂，你有没有想过再认识个男朋友？你又想说些什么啊？没有啊，我觉得一个人寂寞的时候再认识另一个男朋友也很正常嘛。哎，你看这个好不好看？蛮好的。喂，你觉得徐丽是怎么样？你不要胡说八道的，人家有女朋友在加拿大。那又怎么样？去，你说要让我找一个这么好的男人呢，哼，我一定一口咬着不放。那你就咬着他好了。你以为我不想啊？他肯让我咬才行啊。喂，我看得出来啊，他好像很喜欢你啊。你神经病啊，他跟我只是普通朋友而已。喂喂喂喂，刚开始当然只是普通朋友了，交往久了以后呢，就像我和三条四一样啊，以前也是普通朋友嘛，现在我们不是。哎呀，我求求你放了我好不好，不要再说这些了，行不行？为什么呀？我希望你有个美好的明天嘛。姐姐，知道了，要不是我阻止你啊，你把整个公司都搬回家了。姐，宝宝，子健，你不是说下个礼拜才回来的吗？是这样，那边的事情都处理好了，就早点回来。我刚打电话回来，你们不在家而已。我去买东西了。哇，你看看你多强壮，像个超人似的。瘦了？不是啊，我倒觉得你胖了点呢。哎，好了好了好了，喂，你回来太好了啊。嗯，以后呢，多抽点时间陪姐姐。知道了。怎么样，累不累啊？不累，我等一下还回局里。
哇，不用这么拼命吗？想升职啊？个个都很拼命的。啊，对了，邦哥最近怎么样？我很久没见他。哦，他蛮好的，有时间就去看看他。嗯。喂，哎呀，你看你姐姐买了这么多东西给你啊，哈、哦，连内衣裤都给你买新的。我知道，刚才进房间的时候看见，哇，这么干净啊，一定是姐姐动过手脚了。先去洗个澡，再回警局好不好？嗯，随便坐坐。好好好。欢迎你回来帮我忙啊，在英国这两年辛不辛苦啊？其实应该感激你给我这个机会去英国接受训练。你在英国得到这么好的成绩，总算没令我失望。你回来之后呢，还是继续管你那个部门。如果你表现优异的话，一定有更好的前途。Yes, sir. 我看好你的，继续努力。Thank you, sir. 欢迎归队。Thank you, 老三儿，先来一杯。谢谢。那不要客气啊，你能吃呢就尽量多吃几个，这些淑敏姐好姊妹出嫁的喜饼。是吗？嗯、老三儿，我们要求三条四请吃饭。生沙展那么久了还不肯请我们吃饭，就是嘛，吝啬鬼，真是这个吝啬鬼啊，说什么也不肯请吃饭。喂，真有这回事啊？你干什么？怎么样？柜子修好没有啊？哎，行了行了。喂，三六四，今晚请大伙儿吃饭好吧？哎，这个提议很好啊。哇，好心疼的。有什么好心疼的？那各位，今晚和三条四请大家吃饭，当做开工饭好了。耶！喂，玉米，真是的啊，非强迫人家请你吃饭啊？你太小气了吧？才出一半钱，还这么多牢骚。就是。喂，小子，什么时候轮到你说话 ？Sorry, sir。喂，那玩是可以玩，大家以后要努力工作，因为谭 sir 他盯得我们很紧的。还有最重要的就是不能偷懒。Yes, sir。Yes, sir。罗 sir， 不必这么大声吧？怕你听不见吗？Yes, sir。八哥，成熟了，也结实多了。别拿我开玩笑了。什么时候回香港的？早上刚下飞机，一下飞机就来看我，很想你嘛。对了，里面怎么样？有没有麻烦？我也认识点朋友。喂，那里面我自己会照顾自己的。对了，上诉那件事怎么样？说真的，我自己已经不再抱任何希望了。你不能放弃。有时候我觉得人的能力真是很有限。如果这上天的旨意一定要让你走他安排好的路，你说什么也转不了弯。你变了，你以前不是这样的。你以前常告诉我，自己的命运可以自己做主。那时候还天真。这三年真是很好的机会，让我想了很多东西，也想到以后应该怎么走。子衿，以后你要替我好好的照顾你姐姐。我一定会。但是你也应该知道我姐心里是怎么想的。你们就当我死了也好，当什么都好了，我不想再拖下去了。我不能让她为我而牺牲那么多。她不是在陪我坐牢，你明白吗？我明白。找机会帮我劝劝你姐姐。哎，干嘛拿着控制箱啊？你装什么银行家？开什么玩笑？你还不是一样只顾着工作？来，找东西吃吧。一个 C lunch， 两克。啊，你永远是跟人家吃 C lunch。喂，对了，我在飞机上看财经杂志的时候啊，读到有一篇访问你的文章。啊，是吗？是啊，你很忙啊。三年了，一定要花多点时间在银行里嘛。哎，太好了，叶家银行的第三代接班人。喂，以后我去你们家的银行借钱，有没有免息贷款？想得美，一定会收你最贵的那种免息贷款，别做梦了，混蛋。哎，蓉蓉好吗？蓉蓉，蓉蓉她的工作表现很好啊，最近升职了。说起来真好笑，蓉蓉的事我还只能从你这里打听到呢。她没有给你回信吗？
都那么久了，你也别太执着。陈康，不是我太执着，换了是你，你也会跟我一样。我这次回来是想知道他会不会原谅我。你还没放弃？从来没有放弃过。你有什么打算？还没想吧。陈康，能不能帮我个忙？你帮我约蓉蓉出来吃顿饭吧，我自己约她的话，她一定不肯出来。好，我尽管试一试，可是我不能担保她一定会答应。我明白。哎，你放心吧，你们两个都是我朋友，我也不希望见到你们不高兴。Thank you。秦秋婉有何打算啊？努力工作。怎么样，要不要我帮忙啊？嗯，不用，你负责吃就行了，我最喜欢替人家烧了。好吧。好了。哇，有的吃啦。好香啊。是吗？吃吧，尝尝我的专业水准啊。还有啊，很多。我来帮你好吗？反正我也坐着没事干，不好意思。不用了，烧烤这种粗活一定要我这种男子汉来做的。哇，你脸皮还真厚啊你。拜托嘛，我跟你学学嘛。这样好吧，来。哼，蓉蓉这个女孩子还真不错啊，工作又能干，心肠又好。嗯，你想说什么呀？我是想叫你努力一点。你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啊？我不是瞎子。我是怕太主动，反而连朋友也做不成。她不是跟她男朋友分开了好几年了吗？可是我总觉得他心里头还是惦记着子健。这只是你自己的想法，那我觉得你应该努力争取。难道你还奢望女孩子倒过来追你呀？或许可能我以前被他拒绝的太多，心里有点阴影吧。别怕，我在背后支持你。子健回来了。那又怎么样？他想见蓉蓉，想约她出来吃饭。我不知道该怎么做。你怕他们再见面会复合吗？哎，依我看呢，你应该约他们两个出来。那要是他们两个心里面还有对方的话，那你就可以打消这个念头。要是没有的话，那你就可以跟蓉蓉表白了，对不对？你是我的生活太孤单，没有你。爱不可能再着眼，没有你，你说是你使我充满传奇，随着你一走远崩溃。生命。